更远了，找角度往禁区里冲。其实后点是虚晃一枪给到了中路，这边程进对抗李迪香，两个人倒地。伊藤解围踢远，桂红抢到一个头球高点，还是李迪香拿球，李迪香过人漂亮，月薪追不上啊，李迪香带球跑，月薪在后边都没有追上，在脚后跟磕回来，北风。确实广州城现在每一次进攻必定要经过他，球没挑过去，广州城的反击，李迪香好球，漂亮。这一下面对月薪的防守，原地的闪转腾挪，把球摘出来，再分左边，球传的也非常准。艾沃洛今天防守很积极，李迪香再接挑进区里头，这真是一个钢铁战士啊！不管场上，李迪香还在努力。右边其实空了，好球传到禁区里边，李迪香打门，球进了，2-4，这是对李迪香付出的努力最好的回报，自己。这球假是假作要传到远端，起大脚传中，结果呢来了一个比较近距离的直传，骗过了对方的防线。李迪香接球之后有这么半秒钟的时间没有人上来盯防啊，赵博好球，李迪香漂亮，凌波微步又被放倒，和裁判以及对手纠缠的任何意思啊。顾斌这一下就没踢着，就挺危险。然后月薪呢，上了更大的动作。但是李提香，又是李提香。刚刚江金红的头球争顶下来了。广州城现在已经是，哎呦，这个铲球侧后方往地了。这个球是铲到球了，但是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应该给牌？